哦，我的天哪！太怀念了，太怀念了。嗯，就来喽，斯大斯。观众场出题啊！啊，我有盾。大家都戴绿帽了，走喽！哎，爆了！嗯，没有，我的帽子爆了，爆掉了。我的帽子爆了，挖矿，我也爆了，挖矿挖矿，怎么爆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戴上去就爆了。我们不适合戴绿帽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对，他自己绿帽不适合我。你挖挖木头有办法改说是直接给柴吗？喷到身上。矿工，矿工先挖一下那个附魔台，先把我们附魔台挖起来。对，要铁要铁吧。矿工，石岗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你是说挖爆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不知道，等下爆了怎么办？我怕等下爆怎么办？小雨，你先打开。我可以做铁镐了。啊，那你有铁镐吗？这个拿着弓有点大家中毒喽！买法跟灯笼一样吧，就摆在家里也比较会比较好。哦，对，我是居家好男人，我都拿走了。其实一开始杀人没什么用啊。我是居家好男人，我刚刚在他们脚下直接放一个陷阱。他自己那一开始杀人的那个生命。啊，好，嗯。要放哪里啊？就一样啊。这个那个，你先给我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你后面。有人来我们家嘞。我在你后面，然后他那个东西早就被踩空了。啊，他吃那个甜菜根而已啦。还有那个啊，等等，我的都给你。OK， 好吃的我都拿了。耶，有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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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他要退，他退了，他退了。后面还有个矿工，后面还有个矿工。还有甘草捆，哎，我们右边，我们右边要入侵铁矿，要入侵铁矿。跑去中心登场。好可爱啊，跑去中心。卡卡卡卡。耶！带干，后面还有两个，下去，你下去，你干什么？下去，我那么喜欢他，理我一下没？理我一下没？哎，我的，理我一下，职业武器没？哎，闪闪这边其实还有一个。200，你为什么在玩游泳？上面啊？你为什么在玩游泳？我看二零那边载浮载沉，不行。你什么职业的？巧克力。啊，突袭者，突袭者做事，突袭者吗？玩游泳吗？我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你要挖矿还是干嘛？就在中间打架，至少不会再玩游泳吧？至少靠水了。挖那边木头，有木头？黑手，黑手，黑手，白蕉，白蕉，黑手，白蕉，哦，白痴哦！哇，你也太快解装了。耶，那么厉害！嗯，500，是了，怎么500？家里后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下去领500。我拿了3个铁要500块，下去领500。珊珊你好漂亮哦！我给你6个。哇，你最漂亮了，你最美。会到我，你想睡？哇，我拿3个500块，拿6个3000块啊！这个我都帮你准备好，在我的皮包里，自己去拿，自己去拿，自己去。谢谢杰克，谢谢杰克，谢谢杰克。嘿嘿。闪闪，三个就好。小事小事小事，谢谢杰克，谢谢杰克，谢谢杰克，就好。大放送啦！哇，那错姐，那我要2000块，我没了。守护者技能是什么？谁？守护者让守护者发光，周围的人发光。哦，嗯，盾牌丢出去就发光。金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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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帮忙，两个，两个，矿需要帮忙。上他们！哦，打到爆了！哎，这个爆了！这个高神剑太啊！他们挖地洞哦，他们很爱钻哦。好，太惨了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冲进来这里。书柜用好喽，假如附魔要问附魔还在哪里，我知道。好，哎，那个我要带500块的，哎，你要带500块。好好，有附魔台，我放了。欸、有一个金矿的矿工呢，金矿的矿工呢？欸、我刚刚死掉了。哦，他觉得难过要祭奠。我黄金跟铁镐同时不见。哇，欸、不是，他借你的铁镐在我手上，你的铁镐在我手上。我看他掉，看他掉到矿坑里面。武器不是被清掉，是你打到爆掉吧？没有，我看他掉矿坑中间呢、欸啊。对，对方在说对面的。啊，说对面的。是紧张 Q 出去是不是？
就像我刚刚紧张 Q 出斧头一样嘛。啊，怎么没有捡到？可恶！怎么没有捡到那个斧头？二零零你那个帽子都没有、欸？怎么突然被按了？啊、没捡、啊哦。我都放在箱子里的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大美女在赠送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奇怪的人要上去喽、嗯。奇怪的人是谁？消罪孽。红红的。为什么箱子里面只有木头？哦，第一把是第一把啊！有人进来，这里四个。这那个吗？对，四个。哇，东西好多人吗？怎么只有木头？两个。有个红被吸了。为什么矿工可以挖出木头？他不知道谁放的。厉害吧？这个最新科技！救命啊！啊！这小伙子厉害了，挖矿可以挖出木头啊！真的，浮夸了，吓死我了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把陷阱抓回家了。好，抓回家。来烧，来烧炭一下。哎呦，有什么困难可以说？哎、太扯了，可以了，要潜什么闪闪友？哎，烧到闪闪那里啊！哎，2020，不要打2020，黄金痛哭，在看我的背包。黄金痛哭在比较前面，也被请掉我的武器。你在烧死黃金痛哭，我打不到，为什么？啊，还没出来呢、啊。黄金洞窟没有人呐、啊，中路，这里啊，红山，后山，爬上去了。哎、欸，黄金洞窟后山，最后一下，你有爆头，没有人，后面。我黑了，我黑掉了，等一下，你黑了，啊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我可以在家里放河豚吗？啊？捞河豚哦，你们捞河豚啊？有啊，可以放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你们自己，你们自己不要中到哦。嗯啊，哇，白水，这箱子为什么混沌之物不是铁？铁在我这啦。啊，完了，不能放，水被清走了，他要死了，啊、他要溺死了。啊、对，这边不能，里面不能有水。哎呦，别打我了，不，你真的很讨厌，还是要在下面一点才有办法。我要救他，等一下。赶快捞水！他死了！捞水！啊！再捞下一只！就是那中间就没有河豚了，我只好吃掉它了。吃掉它！不要吃它！有一米多少？不行，我要跟他同进。我听到有往里吐声音哦！我吃河豚，家里吗？我想不开嘛！哦、你看，在新金石这边，超级想不开，新金石变这样子。对，有往里吐声音。他在挖石头，可以招铁巨人，招铁巨人干嘛啦？打小屁孩、喔。我在你附近，我在你附近。我觉得应该有了。还有一只吗？啊，我知道。可以招吗？盾牌有没有？盾牌可以丢 Q 看看。有扫描到吗？上面，头上扫描到了。哼哼，哎，我操！这河豚下去好怎样？这河豚是剧毒四哦。啊？河豚怎样？剧毒四哎、欸。哎，是了。很毒啊！哇，哦，他们挖了一条嘞！哎、欸，不是哦，哪里？这是边界外吗？从边界外走吗？不会吧？啊，有可能呢、欸，因为外面其实没有、這個。挖一个桥哎、欸！哦，因为外面没有那个啊，哦、没有平台。哪里？左边、右边？他们从那个以前那个叫什么生命之梯吗？还是叫什么？好痛哦！他们搭了一座、啊、生命之梯。我刚刚看出来，他叫什么？哎呦，附魔这样子反而其实附不到哎、欸，因为书柜太多了，就可以对用拿方块挡啊，对啊，嗯，你要是反正就去氪经验，氪个金，然后先基础的，这样好了，他就是要经验吗？还是猪肉又来了？哦，红石我给你啊，第一把，嗯、这里第一把，哦，是，他是两把推，哎。为什么走一走有烤马铃薯可以吃啊？这么好哇！多走一些，多走一些，多走一些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对哦，还不能交易。对，我要对那个有哎，金矿黄那个红石，注意红石，金石后面来了。啊，我走出来了。地吧。地，地是吧？等一下，地，杰克有新东西吗？这个草好麻烦，我要全部打掉。我也是打不到人，气死！
真的，这个草方超麻烦的。我把它全部打掉。我记得当时反正只有一格高，好像团团撒到两格高的吧。啊，我就很爱啊，我就全部都撒两格高。你硬要两格高，这样比较漂亮哦。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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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我在家里里面。第二阶段，家里保护盒失效。啊，卡了。红石。家里哪里？有人了吗？家里没事。没有，家里在那个附魔台前面。哦，痛。哎、欸，我这里好多黄色。家里，我发现我一个等级都没有。家里怎么了？我在家，家里没人。全全，有一个，他去铁矿了，回头一下，回眸一下。不要打杰克，不要打杰克。不要全全，杰克身上有巨款，不要。他在追你。不要，那个手一下，手一下追进去了。你也太惨了吧！你还把自己吐起来，只要出杰克而已。因为我只要杰克，就只要你。有杰克没有距离。然后青金石有人哦，青金石洞有人哦。好哦，来了。哇，他好痛哦，他那斧头。老地方有藏东西哦。痛死了，他超痛的。哇，这真的是。哎，青金石那边又有一个过去哦，在抢。是一代的老地方，哎天啊。嗯，讨厌哦。时代就哎、欸，你后面门口，我知道。会杀人会有经验吗？来了就不要走，没有就不要走、啊，没有，因为防喷了啊。嗯，还是要加一点奖励好了。奖励吗？杀人奖励吗？杀人奖励，至少他后跌到后面也可以附魔，知道吗？哦，直接给。我想一下好了，嗯，好，你要考虑到平衡。嗯你要杀人多少？你等下挖死掉，肯定要扣一点。我跟你 switch， 有，你可以去挖了。我挖完了，我只要三个就好。有肉了吗？没有吧？可以买肉啦，可以买肉啦，可以买啦。哎 ，hello， 你要吃苹果？谁挖黄金？目前没人挖，没人。矿工还有一个是谁？还吃面包？现在黄金没人吗？哦，黄金有人啊。我在补了，我现在是在补，我只是代替的。哦，杰克，你没关系，你挖黄金，我保护你。铁矿，注意哦，铁矿哦。铁矿，我在，铁矿，我在。哪里？红石跟青金石就这样想要等。没事，安全。好。啊，红石在那个隐藏箱那边有。好。我投篮也太隐秘了。啊，不是啦，他刚这个没都不读起来，我要拆开来看能够附到什么。好，读回去了。好读。打他！在哪里可以打？杰克，你有绿宝石吗？门口来了，走来了，看，打，打，打！我要死了！给你吃！我有牛排！这是牛排，我牛排！打完架他都乖乖。要本职可以去青金石洞哦。好像知道为什么刚你约不出门呢？我也需要一点经验值，你们都怪怪的。今天只去青金石洞。嗯，你来，挖来。你需要红石而已。我也敷一下魔。哎，你要红石哦，我这边给你啊。好啊，给我啊。虽然只有18个，够了。我要在家门口放一个陷阱，这样他们都知道了。然后结果其实不是放在家门口，是放在家后门。哎呦，对，哎呦，其实刚刚放家后门，放你们的家后门，猜猜看呢？其实刚刚已经放后门这样子。对啊，其实全部都放了啦。啊，我只要 CD 结束，我就丢个陷阱哦。好可怕！你在检查有没有彩蛋是不是？哎，有人来了，又来了。没有彩蛋，有个卡的卡的，哇，他好卡哦，对他很卡，哇塞，他快死了，哎，射弓射了，我在让他箭矢越来越少，他射不到人，他选错职业了，射到了，他虚弱，啊，他仙人掌，哎，他烧起来，仙人掌了，哎，怎么掉下去了？他放河豚。有小偷，河豚，哎，河豚没了，没收，偷光了吧？自盲箭矢红，偷光嘞！哇，我们这个放在家里吧，对，放在家里吧，
直接放家里吗？中间又死了，又死了啊！中间，哎哎哎！还好我刚刚放很多东西，要有保险箱功能。真的，哦、真保险箱。哎、欸，他老旁边，他老旁边，有人偷，有人在偷挖。迪瓦，迪瓦，迪瓦，后面，后面，巧克力后面有一个。迪瓦很会挖哈，迪瓦。看不到路。哎、欸，他们来侧面看一下他们地道在哪里。这里哦，他在补。箱子里面有。好。我他妈赌一些。这群小坏坏。我把二楼挖掉。外面还有一个红红的。呵呵，一群人，加进去，加进去啊！蜜蜂哎、欸，杀掉，杀掉！我刚想说那边怎么有？有一个，有一个，他为什么拆我的陷阱？走一走哎！为什么拆我的陷阱？我陷阱要重放了。陷阱不是就是拿来消耗的吗？是这样说没错啦，可是，哎呦，啊，要掉到外面去了！啊！你怎么掉到外面去？我在看他们的那个门口正门正门有一个，这还被拆了，附魔台被拆了。哇，他们好会哦！附魔台是有什么买？绿宝石，绿宝石几颗啊？五颗，五颗。我这边够，我这边够。哇，这边是迷宫，迷宫哦。对，有这外出很容易，外出很容易。